大家好，我姓金，我的专业是中文。到底变成什么样了？没想到是你来接我，是你来接我，怎么又十年没见了吗？没见了吧？还好机场的工作人员帮我。害得你等了大半天。不过你怎么这么晚才出来？别提了，刚才有人拿错了行李，还有机场的工作人员，应该说是又紧张又兴奋吧。我正想快点看看广州到底变成什么样了。我快走吧，大家都等着给新同事接风呢。算命胜命。今天老板请客，大家想吃什么尽管吃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尽管说我们，有什么困难尽管告诉我大家好，我姓金，叫我的专业是中文。我觉得汉语又难又好到呢。今天认识大家很高兴，请大家多多关照，谢谢。
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想笑，我们俩的年龄加在一起都超过50年，50岁了。吵起来这句话的时候脸有点红，我突然觉得这是소개 영상이 아니라